是吧？这没录了吗？没录。录了。啊，真牛！那不如他爸爸，他爸吊着完了以后就往偏一歪脑袋就顶掉，快了，快了，哎，这掉了，掉了，你看一会儿该弄掉掉了，再孙子。咱上这边了，他挨这边挡着了。你上这边了，上这边他就会开了，因为他那边他不敢上咱这边来。看吧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吧？他那边挡，他不敢往咱这边靠。看见没有？这母狗真不想骑啊！对，看见没有？他就是想配母狗去。我一孙子，你妈逼！流氓就是聪明。刚还没录着，我操你妈的！刚我就跟你说话了，没录着，那开那门那个。怎么没录着？这不录着呢吗？行，这个啊，行。